那我认为我作为一个观众或者作为一个青年演员来说，我觉得高峰表演是能留得住的表演。可能很多时候一个电影它不是特别好的电影，但是里边其中演员的一段戏，可能五年后十年后可能我还在我脑海中停留，我可能在塑造一个角色的时候会突然想起来。我觉得是这样的，就是高峰的表演一定要是和角色融为一体，然后一下直戳观众内心，并且能长久的停留在观众记忆里的表演就是高峰的表演。因为我觉得我作为一个青年人也好，还是青年演员也好，我有那种求知欲，然后探索欲，然后那种无畏的，就是那种自己什么都没有，然后所以说也就不怕失去什么，然后也就什么都想要，什么都想尝试的那种精神。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年轻人的力量吧，就是对什么东西都充满着好奇心，都充满着探索欲，然后并且有着那种特别无所畏惧的精神。